人的一生活到老，选到老，选学校，选朋友，选工作，选三餐怎么吃，大小事都要选，也可以选，唯独爸妈我们挑不得。要是有机会重新选择，谁会付诸行动？换爸妈的旅程往下走，状况四起，婉容与心宇的拖拉枕头又犯了，让新家有点小头痛。他们在复习的时候，你的手机跟那个电视不能看。我是不想要写作业。阿星，你知道什么时候要练习吗？11点。那现在几点了？婉容似乎很在意钱，她的提问总令人傻眼。你当牙医是不是很赚钱呐？你们家谁是老大？什么叫老大？老大的定义是什么？管钱的。妈妈就说，希望我以后人生不要这么苦，因为赚钱才能换到自己想要的生活。表演项目一改再改的心宇，竟有情绪表达的障碍，连道歉都说不出口。我觉得你现在会有一个很怪的事情，就是你都不拒绝，对不对？嗯。不行就学会 say no。他不会说抱歉这件事情，我觉得太不好。妈妈也没有跟我聊过，感觉就干脆直接不讲，然后可能冲突还会少一点。换妈妈的社会实验，让小孩短暂离开家去当别人的孩子，爸妈也能脱离跟孩子的紧张关系，希望有机会改善亲子问题。换爸妈旅程结束前，他们能够蜕变吗？马医师一起继续共同的奋战这一个单元，主题是拖延症，还有拖拉的这个坏习惯。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潜藏在海平面下面，对，更深的地方有什么？其实对于亲子关系会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没错，那跟我们这一次踏上换爸妈旅程的两位主角，我们来介绍他们一下。欢迎心宇，还有爸爸妈妈。Hello。是的，还有婉容，还有他的爸爸妈妈。Hello。耶，为什么他们会变成做成这样呢？我也不知道，就是一个自然产生的亲密关系。接下来最后一段路有什么样的期待？我相信他会继续表现很好。心宇偷笑了一下。那希望期待是后面能够更表现出他真实的想法，能够让我们去了解他，因为毕竟他都不讲，我们真的不知道他实际内容在想什么。好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形呢？我们一起继续踏上这个换爸妈旅程。为了让婉容学习花钱这件事，轰爸轰妈特别开了家庭会议，准备让三姐弟进行一项特别任务。我们有一个想法，弟在礼拜六第一次外地比赛，紧张哦。对，然后我们想说可以帮你做一个加油的道具或什么的，然后也让你们有一个零用钱，看你们要怎么规划，剩下钱可以一起活用。他曾经问我说，家里的东西是谁买的，他说钱是老大这件事情，我开始就觉得他对钱很在意。这也是刚好龙龙来这一次，我觉得他们就是体验过去买他们原本觉得没有的东西，去买完之后慢慢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我觉得这也是让他们开始面对金钱价值观。隔天一早，由于轰妈要上台北工作3天，无法从旁协助，一切由三个小孩自由发挥。你要用胶带吗？胶带你不是有吗？你就写上面写胶带，如果很贵就不用买。你是管钱的对不对？对啊。那你要想这三个东西大概多少钱吗？应该不会超过200吧。我预计也是这样子。感觉很开心，因为我终于有零花钱可以自己买东西了。你好了没呀？他
你记得吗？哎，对，从那里。然后我从1:30走到这里。他怎么一直低呀？可以买东西吃吗？可以啊。但至少要先缴900块。我知道，我用我20块。我要喝哪个？我不要。谢谢。你钱包实习。好吃啊。你要吗？不要。确定可以走后门？好。进入文具店后，婉容又迷失在玩具堆里，完全忘了这次的任务。蓉蓉在后面。你有？这是什么？这是这都是玩乐板。他是想要买这种有图案？多少？39块。还好，这还可以接受。你要怎么来？20，那就三个就是3个，2+2=6，64。然后我们先去结账，多少啊？66，173，一人分1块钱，先分1块，再先分1块钱。然后现在每人有51块，然后还剩下20块，姐姐就让给我们2个。然后所以我们就现在有61块。迅速分钱后，婉容跟地仔都打算把分到的钱一次花完。功德加一，好像全部都功德加一。哎，还有萝卜枪。哎，这不是3D BB 枪。谢谢。我要这个。是一个。因为在学校很流行，我们班没有，全班都有。而且，然后我就看到很羡慕，然后我会想要再去给同学看。会亮吗？不会亮。等一下哦。好，那我要一杯爆的。你可以付我5块吗？我会加上你。你还有啊？你要加什么？当然是一壶哦。因为我回来的路上，我就很想喝他们的饮料，然后羡慕他们的买饮料。地仔把平分的钱花完了，却还有钱买饮料。原来在出发前，两姐弟向奶奶多要了100块。婉容并不知情，因为呢，我就是想买这个饮料，没有管那么多，没有想要请那个农人喝饮料。因为呢，我怕那一杯饮料就要很多钱。这样你要飞到10多。那个，先拿那条的，你先看前面够吗？如果看前面，就是有看到，就是他有想喝的表情，但是因为他也只剩2块，也没有办法买什么嘛。然后我想说，那他可能因为那时候家里他可能还有饮料没喝完，那想说那就等到回家他就可以喝了吧。那我找他们借钱，我又还不上，我也没有自己零花钱。反正家里还有一杯没喝，那就回家喝。我觉得钱很重要，因为妈妈说钱很重要，钱可以买得到我想要的东西，买宠物，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买仆人跟我讲话。自己创造一个机器的，它是温柔的，然后把它捏成妈妈的样子。婉容的想法看似童言童语，其实带着深深的悲伤。快乐真的只能用钱买到吗？那刚刚婉容其实有说到，她想要买一个仆人跟她聊天、跟她玩，想要买一个温柔的妈妈。这一段话我其实还蛮讶异的，我也从来没有听过。
那所以可能我刚刚觉得我听到这有点太震惊，我现在还在消化中，我还不太能够理解这一段话到底真正的含义是什么，是什么意思？不知道，要说当时就莫名其妙这样子，怎么可能莫名其妙讲出来？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说，他比较想要的是，当他遇到做错事的时候，内心需求可能是希望妈妈不要那么生气吧，所以他可能才会想说，他需要做一个跟妈妈长得一样的温柔的机器了。是这样吗，婉柔？是吗？是，是啊，那西雨家这边，西雨换你喽。那有被问过钱买得到快乐吗？或钱买得到爱吗？你觉得答案是什么？买得到快乐啊，因为可以买喜欢的东西。对，那可以买到爱吗？爱，我把钱给妈妈，妈妈就会很爱我啊。我的爱是无价的，真的、哦，所以是很贵的意思哦，就是。不能用金钱买到，钱给妈妈你就哦，我好爱你哦，给我钱。好了，其实我也曾经跟你一样的想法，稍微理解。对，听起来好像在孩子心中，金钱是很重要，但是其实金钱只是个媒介，要用金钱来换更有价值的东西。好，所以这个练习很简单哦，就是在你心目中做一个排序，最有价值的三个事物。所以先来的是婉容，可以跟我讲你人生最重要的三个东西，人事物都可以。第三名会是什么？第三名是宠物。宠物、哦，你好喜欢小动物。看得出来，我记得你跟那个雪球玩得好开心哦。第二呢？健康。这个好特别哦，多看看。为什么健康？没有健康，哪都去不了，也不能出去玩。那第一名最重要的是什么？家人。家人哦。所以，为什么会把家人排在第一位？我想要家人永远陪在我身边。哦，你很重视那个陪伴。爸爸或妈妈哈，看谁做代表，你也跟孩子分享一下你心目中三个最重要的事情或者人事物。我会觉得是金钱、经济，对，很实际的哈。对，因为觉得只要没有钱，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好，那第二呢？会是工作，所以就回到家之后，我真的觉得好累哦，我真的只想休息耶。第一名该不会是睡觉吧？一样还是家人？答案第一名居然都一样，看到了什么？马医师，这好矛盾哦。对啊，然后孩子也明明知道说怎么样爸爸妈妈会开心，比如动作快一点啊，不要拖拖拉拉，对不对？哎，但是偏偏就是，哎，我没有必要去做到。那爸爸妈妈也知道说，哎，对孩子温柔一些啊，或者倾听孩子。关系就会改善，哎，但是没有，我还是要照原来的方式。所以是什么东西在作祟呢？很深奥，你可以说各种原因，比如说是一种惯性啊，好，或者是说上一代的影响啊，对，甚至自尊心，对，也都有种种因素，所以都很值得去探究。害怕，然后又有一点伤心，因为前面练习就其实练得很好呀。这天是演出日，也许不想让气氛太过紧绷，轰妈带着星宇在家简单煮面。而第一次下厨的他显得小心翼翼，却很兴奋。阿星，你去试着开瓦斯看看好了，好，我等一下会用。有开过吗？曾经我们偷偷看人家怎么开。有，转左转右知道。转左。好，哎，转。哦，有成功。然后我们火让它不要那么大，因为有点危险。
蛮紧张，但又很开心，就哦，终于可以开瓦斯炉，然后就又怕它第一次开会爆炸。之前在家里也想要开，然后妈妈就在旁边，哎，不行不行，怎样它会爆，它会爆开怎样？你这就抓好，然后就这样子，这样。我自己啦，你可以试试看。我妈以前教我都是这样，这样滑下去，不是压，这样。这样滑下去，对，有吗？有感觉了吗？有，后面比较好切。对，其实它是可以耶，过程中切菜那些其实都要学习的。我以前切菜也是像它那样，就不知所措。但我是觉得它可以学很快，速度要快一点 ，tempo。对，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不要掉这种地方。我妈就是看着我就没有太多的阻止我，然后也蛮信任，然后相信我。呀，我们要准备美味开吃了。你这样在家里就可以自己煮嘞。嗯，我会讲，然后妈说不要，那我就哦算了。午后演出倒数计时中，全家把握时间做最后的练习。心宇竟头一次有小队长的架势，带着妹妹们反复雕动作。哦，他天生就是一个领导者的感觉。教动作还很认真很专心的去教，就不会像别人说随便教一个动作，然后这样什么动作跳完以后就说好，你们可以，然后你们自己练，我在玩手机。那今天的演出是因为最近我得到了一个新儿子，所以我决定带这个新儿子来做演出。跳舞就比较有自信一点，就因为他练比较久一点点，然后又我对跳的兴趣又比较大。有一度觉得他突然觉得很帅气耶，可能因为我还想希望我孩子去学个乐器，殊不知他们没有办法，所以会觉得说哦，这是真的是我儿子，然后他真的会乐器，我觉得很感动。我是有这种对。有两次坏掉，后面两次吗？好东西。也是很远的，头都摇来摇去的。我没办法，我要看。有后面就好了。第一次在众人面前演出二胡的心宇，对于自己的失误很在意。我那心情，就有一点点害怕，然后又有一点伤心，因为前面练习就其实练得很好，然后台上又很紧张拉错，然后。我觉得我蛮像就是要面子来，就是怕输，然后就怕别人笑。我觉得他拉得很棒，他错了那两个小节，他没有说后面都不拉了。我说没关系，你已经拉得很棒，我也有走错队形的时候。继续好吗？谢谢。我完成了哎！流星雨是你的名，第一次听见你声音。压轴登场的是轰爸与轰妈的新歌首发，
歌词写着竟是心语与这家人这几天的美好回忆，演唱时格外投入。表演的时候有一点害羞，但是还是就很感动。第一次有家人陪伴跟我一起表演啊，然后因为有陪伴，所以就会有自信一点点。加上第一次拿起麦克风唱歌的时候，就是很多人看着我们在唱歌，然后其实记得有掌声也很多，所以我就很感动。他蛮适合跟我们一起玩，在表演这一块上，说不定他会用另外一个方式喜欢上玩音乐这件事。还是最爱你在身边。掌声鼓励！耶！感谢大家来参与我们这次的表演，谢谢你们。对啊。你还记得练团迟到的事情吗？啊，东，想起来了。做到做到，来是男人的决定。那你要请我们喝什么？其实我觉得还好，有一条更严重的是你忘记了。什么东西？对，我要道歉。阿邦哥哥，就对不起，我发现后来那个你啊，我就练不起。对对，好，没关系，那以后要自己注意自己的对的遵守那种原则。加油！加油！拜拜，我们一起来。不是你要的吗？辛苦了，加油！今天是我和爸妈的第六天，然后终于完成了一场表演。虽然我还有一点点失误的地方，因为有红爸红妈一家的陪伴，所以让我也很感动。接下来剩下的两天，我很舍不得。也想要跟他们多相处一点点时间。我觉得很感人哎，好有感觉哦。没事，我都有准备，我自己有准备。我觉得最后一段应该哭。我很好奇，就是心语那个眼泪代表什么？包括现在哦，现在也是嘛，现在也有，看你也是很有感觉，舍不得吧？舍不得，舍不得什么？不想离开。哦，不想离开，所以你非常非常重视这一段感情。嗯，我就觉得他蛮享受那个那种舞台的那种家庭的音乐家庭的氛围。我没办法给他。关于那些失误啊，或者是他的真感情，有没有想要跟他聊聊看？妈妈可能比较想了解。又推给人家了，对嘛？爸爸也很驚哦。你很驚哎。不会啦，还好啦。我想知道，爸爸，你小时候跟你的父亲的关系？我跟我爸爸吗？我会黏他，但是会害怕。我爸蛮凶的。对啊，我们应该是有的时候想要靠近，但又会有一点点距离那种感觉。对啊，所以就反映到你爸爸跟心语的互动上了哈。跟他吗？有这种感觉。我觉得你们关系很棒，但是没有出来啊，就是没有表达出来。爸爸真的就是这样一直闪呢，有问题要来，然后开玩笑就让这东西闪掉了，过就好了。对，但真的过了就好了吗？没有，会跑到心里面去。对啊，所以这是可惜的啦。就我们这个社会，针对男性，针对爸爸，好，针对男孩子，好，有好多好多的这种约定俗成，对不对？不能这样子，不能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可惜的。那你看到现在，你觉得心语最大的热情在什么地方？我觉得跳舞的时候，没错，对，或者肢体都伸展开的，真的哦，会支持他走上可能以后考舞蹈班这种路吗？他如果喜欢的话，
都会支持他。爸爸的眼神非常的肯定。妈妈呢？因为国中没办法，他是确实喜欢跳舞啊。是，但是我们通常都是小孩选择的，我们就是支持他。他才刚考上音乐班，他选了唢呐。我天哪！你喜欢唢呐？你选唢呐的、啊？是没得选、啊，就撑到国中结束就没有了。用撑的，还是会苦练。哎、我是有过就好。哦，如果心语真的遇到挫折，爸爸妈妈会怎么陪伴？我安慰他的方式就是说，你就是为了要考试，那就撑过考试这一段、就是只能这样子。其实很多爸爸妈妈都会有这样 的心得、就是孩子真的好难栽培，如果刻意栽培有可能都会失望收场，但是孩子是可以发现的，所以与其栽培不如发现，好，就是我们带着孩子去探索自己，好，那最终由孩子来去发现自己的热情之所在，天赋之所在。我不会饿，你最好是你不会饿，你没有吃早餐呢。自己一个人住了，自己一个人吃就可能就有点无聊，然后又很孤单。为什么没有讲话？不要问我。为什么他都要用这种黄土啊？很多事情呢，我不会在今天跟你解释，因为你的问题太多了。我就是想要有人陪，没有为什么。去学校，我们等一下可以去买糖糖，好不好？不是的，买糖糖，心等一下就自己解决。我们约十二点，好不好？OK， 自己想办法生存下去。演出后的早晨，全家回到各自的忙碌日常。红妈希望心宇这天能打理自己的早午餐，趁机训练他独立。我会比较晚到家哦，有事情耽搁。我不会饿哎。你最好是你不会饿，你没有吃早餐呢。对啊，你等下晕倒哦。不会的，看你要不要去用的东西吃，煎个蛋也可以啊。你都去吃什么？回头把眼睛闭上。就自己一个人住，然后自己一个人吃，就可能就有点无聊，然后又很孤单，所以就没有。太多想要挑战看看的感觉。原本我还想说，可以看他煮什么东西这样，或是求救。哦，对，求救。没有。结果就吃麦片。他等你。你希望是什么样手作？你有自己先想过吗？说可能要去做什么这样？粘土吧。哦，你喜欢粘土？因为之前去百货公司都会有那种粘土的。我比较好奇，你真的不饿吗？不会啊。也许家人的陪伴就是心宇的精神粮食。为了纪念这段日子，轰爸轰妈带着喜欢手作的心宇一起制作香氛肥皂，留下澎湖的气味。原本预计是要去打球，那他真的很好像没有很喜欢，那我干脆去做一件可以让我们留下彼此美好回忆的，然后又是有海洋啊，觉得可以做一个纪念，就是哎以后看到那个，然后上面有那个澎湖银河欢的味道。是甘油皂基，也相对比市售的皂基还要保湿一点，是主要可以用来调色啊，还有精油都会在这一罐里面去做的。然后再来干嘛？低温。要听话，还要不会错。你还记得山水的沙滩是什么颜色吗？完蛋，忘记。完蛋的第一次去的海边，就这样忘了。来个这个。依照我刚刚的理解是这样的，对不对？你刚有在听吗？你刚刚有在听吗？我觉得我做得很漂亮。这个吗？不是这个吗？我想说。OK， 我说。你觉得很漂亮吗？行。好大。哪来的自信说那个字很好看？很开心，因为除了业配以外，我们就。很少去做那个手作，然后妈妈就只是为了拍照，然后要发文，所以我当下就很开心。他那个感觉海滩很丰富，这是我的特色，对，感觉很热闹，就觉得有一种很像朋友的感觉，他会跟我开一些很好笑的玩笑，所以我很开心是。
他应该慢慢把我们变成家人。晚上我想要吃什么吗？对啊，我们今天是可以很放纵的一个夜晚。平价哦。我跟姐姐坐在一起好了。高了好久。哦，好烫哦。来，上次给泡烂。还没有泡烂。泡烂哪？再一次啊。我喜欢这样。哦，你喜欢吃的。开火。那有什么是我了，你们才有的特权？你来，我们整个家都改变了。我不要去。而且你知道明天要回去吗？他不懂，他不懂。我在吃。说什么要让他听懂吗？呀！妈准备请我妈妈过来了。在欢笑和泡面香之间，这家人和心宇是否已经准备好面对离别呢？再过一天就是弟仔的棒球比赛，三姐弟加紧赶工做应援看板。你都写什么？秘密。那个是什么？垒上有几个人？啊，中国垒上有三个人。一棒四分呢？是哦。我怎么不写字？哎呦，我怎么感觉不这样写？我怎么感觉不这样写？我不写字。对，但是不是我想看，哎呦，我根本就不懂应援词是什么。落单的婉容还是用嬉笑隐藏内心的不舒服。晚上轰妈特地从台北赶回家陪婉容，这才暂时冲淡婉容的孤单感。那你们交代怎么来的？楼下，哇，很会哦！看多会省，真的，你们真的很会省哎。然后他们都在聊天，不会像我，我们家房间都是那个看影片的声音。弟仔，那你要先模拟你在打击，我怕你笑场。好，对，准备打击哦。然后一二三。我的饼干都吃完了。你平常不是没在吃早餐？啊？你怎么吃那么多？不知道。你要不要回去就开始吃早餐？这天一大早，轰妈又得去台北工作，婉容跟着大家去参加弟仔的棒球比赛，连阿公阿妈都到场加油。好，第一棒，杨雨丽。在比赛吗？已经比赛了。那你不拿东西吗？还没到他，他这场还没上。为什么没有讲话？不要问我。大家用那种黄土啊？这是红土吧？为什么还要？我不知道。奇怪。大家是在干嘛？手游集啊，手背啊。游集要念吗？不用不用不用，手背都不用念。为什么？反正都是打击的时候才应援，手背不用。对呀。因为手背你一讲他就分心了。那为什么打击可以讲啊？反正很多事情呢，我不会在今天跟你解释，因为你问题太多了。真的。因为你问题一定会很多，因为你第一次来这边。因为其实我会很专心看球场上面的状况，因为我必须，我也会想要跟我儿子讲，大家可以注意什么样的状况，所以我会蛮 focus 在球场上的状况。我是说你现在很多为什么，可是我没有办法现在回答你。对，我说你可以不要再问我什么。陪我，快点，你要想办法上
我觉得很无聊，所以我跑来玩。看球赛很无聊。这份孤独感持续到回家，他独自躲在房间里面看抖音。在制作单位的询问下，婉容说出深藏在心里的孤单感受。我就是想要有人陪，没有为什么。妈妈很少陪我，就是平日她都会去运动，因为弟弟还小，然后弟弟什么事情都需要妈妈，然后我就觉得妈妈的注意力都在弟弟身上，我希望妈妈的时间可以陪我的时间再多一点。这是我来到接待家庭的最后一个晚上，我感觉有时候开心，有时候不开心。不开心是因为哥哥姐姐不会陪我玩，然后我有点想妈妈了，所以今天是最后一个晚上，明天就要回家了，我好开心。这两组小主角们换爸妈的旅程到了最后几天了，一个名词浮出来了，高质量陪伴，两边都很希望被陪伴，被陪伴的时候就等于感受到被爱。什么叫做高质量陪伴？父母又如何可以给到所谓的高质量？我想先听听大家的答案。我不会陪他打游戏，因为我也不会玩手游，所以他玩什么我完全不懂。但是我会很靠近他，他也会很靠近我。让他放纵的时候，他可能躺到我脚上，然后再打手游，这样也很棒。对啊，在同一个空间。然后我可能会说死掉了没？可以关手机了吗？你有姨妈？这个我有一个，就是我完全不懂，很深的感受哦。就是我第二个儿子，他有点雅思倾向，然后他很喜欢玩游戏，然后他就会一直想要拉我去玩。对。但是我真的没有时间玩，他居然默默的帮我的角色去升等，然后我们在一起玩的时候，我就会说，哎，我怎么变那么厉害？然后他就说，我说你有玩吗？他说没有，我不知道啊。所以我突然就眼泪就差点掉下来，就是这么浪漫。他太希望我陪他一起玩了，然后默默的把爸爸的角色变强，然后希望爸爸可以更喜欢玩，跟他做一样的事情。有没有？现在讲出来还是感动满满。那妈妈呢？你觉得高质量的陪伴是什么？对他的一种专宠的陪伴。其实他内心深处，他是把自己压抑下来，他会觉得他应该要做好姐姐的角色，我得好好的陪伴弟弟，或是让着他。所以我觉得应该要创造一个是只有我们母女俩，或是只有我们三个一起出去的行程，让他回归是只有他一个人专宠的爱。那我们就来实际的练习一下，就是深度同理的练习。叫做成为对方，两边的爸爸妈妈一起哈，就你想象一下，孩子，比如说他最喜欢做的事情，或者你自己印象最深刻的事情，然后把那个动作表达出来，好，看看跟孩子有没有心照不宣的感觉。一、二、三，好，三家都是手机成瘾 ，OK， 然后这边爸爸表示睡觉软烂。姿势很差，姿势很差哦，没有脊椎，有吗？有是这样子吗？有感觉哈？有同理到你？有，金宇这边有吗？好，一样哈，姿势就想一下你认识的妈妈，一、二、三，哦，这边超有趣，不要先看这边，这里是追剧看手机嘛 ，OK， 跟滑手机啊。这边呢，这里打人，然后爸爸是骂人，在他们心中，妈妈也不想这样子，对不对？回家不可以生气哦，回家不可以针对这个练习做生气哦，可以。在那一瞬间成为对方，然后感受一下对方可能会有什么感受，然后接住这个感受，再回馈给对方，这就是一个超级棒的同理。经过这个练习呢，大家状态都蛮放松的，但是我们的换爸妈旅程已经到了最后一趴了，准备要离开了，大家看看会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呢？最后一天了，谢谢你来，谢谢你。让我离开这个家，让我很舍不得。他走了以后呢，就是少一个哥哥，就觉得很寂寞。干嘛？这是干这样子的，他会叫你又把它掰
圈。哇，你好凶哦，吓死我了！我不知道原来盖子比我们之间在一起的情感这么重。就其实很多，就姐妹也很喜欢跳舞啊，像我之前也会玩手杖孤卡啊，然后在家有玩就哦，就重温以前那种快乐。那你住哪？我住新竹。搬来住那么远，看看你们有没有找时间表演在新竹，我要去看哦。今天是我和妈妈的最后一天，然后这几天我觉得待在这家人身边，我感觉到温暖，然后有勇气。希望我们下次可以再早一点见面。哦，干嘛？阿金，你在干嘛？大声说，你在干嘛？我想要让他再多来几天，为什么就不能多来几天？一个月、一年也好嘛。就是他走了以后呢，就是少了一个哥哥，就觉得很寂寞。回顾这八天，面对各种挑战，在新家人的高品质陪伴下，爱拖延的心语反而有了前进的动力。这八天对我的改变，拖拉跟自律有感一点点，因为有妹妹的陪伴啊，然后跟很爸很妈的鼓励，你就会想要积极的就先去练二胡，然后跳舞。不仅心语渐渐改变转速过慢的人生，两姐妹也有了些变化。就是有阿欣加入之后，我觉得我女儿长大很多。应该说她找一个同年龄可以跟她讨论演出这件事情的，我觉得我女儿反而是被阿欣改变的一个人。最后一天，谢谢你来。嗯，可以。谢谢你。很重哎，好啦。拜呀。甩你！然后这是我昨天画的，真蛮好的，送给你。我也有，这我昨天骗他们说我要去整理东西。难怪我想说你整理东西怎么整理那么久。拿那个纸。就要离开这个家，然后让我很舍不得，然后。谢谢你们这几天的照顾，也就因为就比较和了嘛，然后很开心，所以不想那么快回去。我会带着你们在这边给我的回忆，然后回到原本的家庭，努力开开心心的生活下去。我以为八天很久。我以为八天。心语，我是德妈，很感谢这八天呢，你就是来到红当我们的大儿子。最希望就是你可以在这个童年保持你的纯真善良的心。那有机会再来红找我们。语言爬不光心北浪北浪心语好加油啊。嗨，心语，我是伦爸，我们可能下次见面会有一段时间了。谢谢你给我这八天很好很好的回忆，我们是你最远的家人，那我们要继续保持联络。你已经哭了，下次见了。在依依不舍的挥别中，期待下次见面，彼此都是更好的自己。把这个
今天是蓉蓉在我们家住的最后一晚，然后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活动，回顾我们从第一天蓉蓉来，然后一直到今天，大家都要一起参与。蓉蓉第一天参与我们的生活及家庭会议，蓉蓉有分配到家事。第二天，我们去了骑脚踏车。一起走位又家。哎，我这个可以这样子吗？妈妈知道你是一个贴心、很在乎人的一个小女生。我知道你心里有很多很多的话，很想告诉别人。你想听吗？可是你一直笑，我就不知道怎么讲。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会特别想笑。我就是看到别人脸，就是如果很近的话，就会特别想笑。我觉得蓉蓉其实是非常压抑情绪的小孩。其实小孩其实情绪是非常多的，但我这七天大概只有看过他笑，很少看到他有悲伤啊，或者是难过啊，或者是不知所措，很少。我看到他比较多是用嬉笑去掩盖出这些的情绪。为了多陪伴婉容说些话，隔天早上轰妈特地把台北的工作往后延几个小时，却意外爆发冲突。我帮你移一下哦，帮你用拼图的方式，你这样子就比较那一边就还可以再放。你先来装那个浴室的。怕你带回家，你都漏了东西。但他这个快掉了，盖不起来吗？是吗？这是盖这样子的，它坏掉，你又把它掰开。哇，你好凶哦，吓死我了，好可怕哦。它原本就是搬开了，不是？没有，它原本只有开一个小孔。真的？那你要不要用胶带粘？就是我在学校，只要有人用我的东西，然后也把它用坏了，然后我就会下意识大叫。完了吧！是不是现在遇到你，不是你期待的东西，现在很生气，对不对？我妈跟你道歉。那你刚刚这样子对我大声说的时候，我其实被你吓到的。我不知道原来盖子比我们之间在一起的情感这么重。你怕自己被骂，对不对？会被骂。会被妈妈骂是吗？是吗？我可以抱你一下吗？那我不想隔着行李箱抱耶。我们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相见耶。可以吗？蓉蓉，谢谢你这几天来我们家，因为在你这么小的身体里面要承担很多大人的情绪或者是很多大人的行为反应，其实对你来说是很沉重的。我妈真心的期待你让自己健健康康、开心快乐的长大。还是在这边拜拜，拜拜。你要拼死不拜吗？不要。你偏要。好啦，拜拜。也许不习惯离别，婉容这天换了个人似的。拜拜哟！只要有人可以跟我一起做，然后我就会喜欢做家事。但是如果没有人陪我做，我就不会这么积极。我希望吃饭时间像那个红爸红妈一样，可以一起聊天，一边吃饭。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把这个带到家里。妈妈，这是你的，是你的，不会想你的。这个是给我的吗？可是我没有看过我打篮球啊。我这几天什么时候打过篮球？这是你的偶像。我的偶像哦，哇塞，你还记得哎？蓉蓉，我知道你想要做一个很
乖巧懂事，就是让爸爸很喜欢的小孩。你现在这个年纪，只要好好的玩，然后多方面去尝试你想要做的任何事情。拜拜，拜拜。哇，婉容妈妈哭到不行哎！什么东西促使你这个眼泪一直掉，一直掉？嗯，有蛮多的感触。哎，妈妈看着蓉蓉说好了哈。蓉蓉，妈妈刚刚看影片，会不由自主的落泪，其实是觉得有一点心疼你，你很怕被我骂。嗯。你也是一回来，你就立马请导演。制作人员跟我说，就是我当下也觉得还蛮震撼的，怎么不是你自己亲口跟我说，而是你害怕到去请其他大人来跟我说。我就有慢慢的去反省，当遇到事情的时候先不要急着发脾气。所以妈妈做了很大的突破哦。那蓉蓉到这边，你想回应妈妈的是什么？妈妈，我，好像还是有点卡哈。对，还是有一种怕怕的情绪在。所以这边我们加入一个哈，就是关系修复很重要的，就是很诚挚的道歉。大人很难对孩子道歉，但是这又非常非常关键。所以有几个要素了哈，就我曾经做过什么。对你的影响是什么？然后我表达我的歉意，然后最后是我承诺我会怎么做，或者怎么改变，或者怎么弥补。嗯，加油！好，哇，妈妈很棒，你很棒。嗯，我们都觉得你们突然就差一点点，就差一点点。嗯，你也要感动蓉蓉，蓉蓉需要被你感动到，那个感动就是真诚。妈妈如果曾经有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让你的小小内心受伤害，我跟你说对不起。没关系。那如果以后有事情发生，你都可以跟我说，我在第一时间一定会先冷静下来听你说，不会发脾气。好，祝福你们，祝福你们。嗯，那我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要问妈妈，你有觉得星宇在轰爸轰妈家那个家庭有什么你们家没有的东西？嗯，应该是勇气吧。有一次我们上来台北，我忘了什么事，因为我刚一直在回想，可是我忘了什么事，是他跟我说，那我去帮你问。哦，对，他主动说我去帮你问。所以他回家之后，开始慢慢有一些也有一些改变了吼。对。太好了，我觉得的这个过程中我自己也学习到非常多。那我自己有一个结论，那就是陪伴是非常多亲子关系甚至是任何的亲密关系中非常好的解药。当然很多爸爸妈妈会说，我平常都忙死了，我哪有那么多时间陪你啊。啊 sorry， 谁叫你要生，要生就要陪。一个小小的提醒啊哈，就是我们陪伴很容易就变成说我是对的，听我的，对不对？所以把它做一个转换，是变成我想了解更多，我信任你，我想听你说，我想看你做。这个也是我现在在做的练习哦。很好，换个爸妈过几天陪大家一起走这一趟旅程，相信你们也会有收获。那我们一起成长，一起越来越好，我们之后有缘再见了，拜拜，谢谢大家。拜拜。